好，咁解釋一下究竟面前呢一個顏色粉筆同埋呢一副牌究竟係咩關係啦？如果咧客人喺你面前揀咗一支顏色嘅粉筆嘅顏色係同呢一副牌嘅顏色係唔一樣嘅咧，咁某程度上呢一個客人其實佢嘅意識同埋潛意識就係有一個唔一致嘅位置啦。